那第一道我们要先来做你最喜欢的土托鱼。对，土托鱼是我最喜欢吃的鱼。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再来一些些，对，谢谢。差不多。然后可能要拌一下。是。就是让它红糟能够均匀的覆盖在鱼上，就稍微要再腌一下这样。我这个就是刚才做的红糟土托鱼。是是。元宝，减肥今天暂时忘掉。很高兴这次收到马祖国际艺术岛的味蕾实验室这个计划，收到食材之后蛮开心的，在玩我的料理，蛮有趣的。直到我三天前知道有神秘来宾会来之后，就觉得蛮紧张的，压力有点大。总统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真高兴可以看到这位老板。先向总统说明一下，为什么会在万华制作马祖的料理？在2022年的马祖国际艺术岛，其中我们现在参与的这个计划叫岛屿味蕾实验室，用马祖开箱这个行动，邀请台湾15组在地友善的店家，然后用料理创造岛屿间的交流，用料理打开马祖味蕾的想象。不知道他们寄什么东西给我？这个是老酒，嗯。这个是红糟，对，我知道这个是我们马祖最有名的食材哦。那今天你要用这两样食材做什么好吃的？等一下就很快就会知道了。报告总统，我准备了红糟土托鱼，还有老酒卤肉饭，还有一个红蘸酱，就是用红糟下去做的。哦，那第一道我们要先来做你最喜欢的土托鱼。对，土托鱼是我最喜欢吃的鱼。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再来一些些，对，谢谢。差不多，然后可能要拌一下，是，就是让它红糟能够均匀的覆盖在鱼上，就稍微要再腌一下这样。我们还可以打一颗蛋，是，要加入蛋黄就好。还拌一下吗？是，就是把它弄散，然后再加入一些粉，对，因为它是湿粉的状态下去炸。这是地瓜粉。是，没错，是地瓜粉。而且开始有粉红色了。对，那大概这个样子差不多，然后就在旁边稍微放一下，就是让它腌制入味这样子。对，加入一些酱油，酱够不够呢？再多一点点。好，差不多30。30。对，30。三个汤匙。加一点汤。好。那盐。半匙。对，半。油葱，它是精华，20-30哦，对，这个要越多越好，叫就可以全下，这个是老酒，对，老酒，这个是今天的主角老酒，然后老酒卤肉饭的这个部分啊，用老酒来料理的话，可以善用老酒的微酸，把那个过多的油腻感就是带掉。我非常期待我们这个食谱的成果。那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吃，应该很美味。那我们可以请元宝一起参加吗？可以。我这个就是刚才做的红糟土托鱼。是。你把马祖的这个名产诠释得很好。对，但是我还是希望有一天可以亲自去那边品尝。不过我爸是在那边当兵。对，你在马祖当兵。对，那你是在马祖的哪个地方当兵？比干前壁，好山好水好寂寞。南达，还有卓老板，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我们今天吃了这么好吃的美食，南达刚刚也讲过，他也想去亲身去马祖看看，所以是不是你们全家都一起到马祖度个假呢？然后去看看当年爸爸当兵的马祖，听听他说当年的故事。去看看我们马祖艺术岛的现在的新的风貌。过去的这一年，因为疫情，大家生活都很不容易。我知道许多的店家也发动串联，相互支持，相互鼓励。家乡味也是其中的一员。我要感谢你们串联起来这么多的美好。我希望在这个冷冷的冬天，透过料理寒冬送暖，迎接虎虎生风的新年。今天准备了我们虎年的小红包，我要祝米兰达
还有周老板，还有我们全国的国人同胞，新年快乐，阖家平安。啊，请坐，请坐。谢谢总统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呀，少了一个给元宝呢。元宝，元宝。马祖的四乡舞蹈是我们国之北疆，也是自然风景独特、历史人文荟萃的美丽岛屿。过去的马祖经历了长达半世纪的战地任务，守护了我们的民主及家园。如今的马祖，只要透过艺术跟文化的视角，以新旧并存、风土交汇的形象展现在世人的面前。马祖国际艺术岛是以十年为愿景的艺术行动，艺术岛的展期从今年的2月12日到4月10日，邀请许多艺术家在马祖大展身手。我们诚挚地邀请大家规划一趟跳岛艺术之旅，莅临独具特色的马祖。最后，祝福各位新年快乐，健康平安。这一次的马祖开箱有15组团队共同参加香品马祖艺术岛的活动，啊，想请总统来点名一下。我们来看看。哦，有家乡味，就是你们，还有你们的邻居加纳池，还有圆山饭店，还有翠雀餐桌，一起加油，用料理评马祖，用美食支持马祖国际艺术岛。我很好奇，这个里面还有更长的一个名单，这个名单里面有谁？来，我们把名单都公开，大家一起加油。